都能够逐步累积成果。借由微笑的曲线，实现你人生各目标。富贵要人帮，存股找富邦。这场时刻上上自信的全力回放，点击之神的响亮，看球飞过高场。这场时刻的上上强悍攻防无人挡，荣耀时刻的光芒王者模样，是我悍将。全凭表妹李雅英加入富邦 Angels 即将满半年，气质逼人的她甜美笑容更是融化台湾球迷。近日李雅英也首度在台度过端午佳节，更自曝吃了好几颗粽子。和 Angels 相处融洽的她也上传了一则和女孩们接力跳高 Stronger 的影片，网友看了直呼可爱，也大赞雅英越来越融入台湾生活。胜利女神持续发威吧。悍将在5月25、26两日前进大巨蛋，举办悍将中学主题日，接连两天的赛事，除了最精彩的比赛，富邦 Angels 也热力应援，韩籍啦啦队女神李雅英也难得接力开唱，首次在台应援开金嗓，超甜音色 Q 唱 Go Stronger， 获得现场球迷一片欢呼声，超可爱的画面，小编要重播100次。釜山女神李浩珍也和其他 Angels 嗨唱蓝色旋风，富邦音乐课老师韩婷都下不了课。
岁女星们挑战 Energy 16吨，始祖是她踩高跟超狂。最伤男团 Energy 合体回归大爆轰，40岁大叔们16吨超级耗体力。网络也带动 Challenge 挑战。真正始祖是风靡半世纪的流行女皇马丹娜，她在2001年巡演上踩高跟16吨，掀起各种挑战，还被当成减脂操。不过医生也提醒要量力而为，16吨的动作膝关节和髋关节都是在不停屈伸直，可能导致半月板被挤碎。